家中午好啊，那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昨天的市场大家都看到了啊，我们之前说这个黄金的话，我们说在1.1533这个附近可能会有压力啊。当然下跌的话，我是说它可能会会有一波下跌。当然我没有直接喊单吧因为我觉得感觉上还不是这么的理想。当然昨天的这个行情可以讲还是一轮比较大的下跌了这个可将近有300多点300多点，从高点到低点吧，就算300点。当然说抓起来的话，我估计就算做上了，抓一段抓得了，抓一整段我估计，除非是你心理上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对吧？那么能抓上那么我们之前也讲了虽然这种行情吧没有做上感觉可惜但实际上我还没觉得到真正到这种特别大的波段行情，就是它这种行情可能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天也许就可能把整个空间走得差不多了。那么之前我们也在讲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日线级的这个55节作为一个目标，现在的话在1480那可能同学会讲他今天会不会到我个人觉得，当然我现在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一会儿分析一下头寸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如果基本面技术面很多的成分你分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思考市场里边还在市场里的交易的头寸是哪些什么还在市场里，对吧？哪些人有头寸在，如果是没有的情况下，市场应该更向哪方面去运行但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好，我们稍后分析这个我觉得现在先把目光聚焦到这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欧元和纽币那么说欧元 OK 那我们昨天我们在解盘是说 1.1024 这个位置它没有破 1.1025， 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就是说不会再轻易去破前期的一个高位那么刚好，而且刚好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小时机的压力位置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所谓周期的概念那么它等于是从1.1024 下跌到昨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整个都有非美的下行，包括你看黄金这都前面是同步了相当于同步，当然幅度来讲各有差别各有差别，但是方向来讲比较同步那么欧元的话大概下跌了有不到90点不到90点，当然还没有破前期那个低位，前期那个1.09二级的那个低位，对吧？没有破我们讲了它在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个缓慢下行，缓慢下行以后它会反复的拉升下跌拉升下跌你可以看到它在 1.10 到 1.0926 上方 1.1 下方一些下方是 1.092526 这个位置，是空间大概100多点，你看它来回来去走了好几轮了，对吧？走了好几轮了。那我们实际上跟大家之前就已经讲过了这是属于是正常的，因为它下面有压缩空间。所以换言之如果说后面运行来讲我个人觉得对于前期那个低点 1.0925 到底破一次还是破两次都有可能，但是一旦破那个位置我觉得就已经到买入时机了，这个我就不再重复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周期性，对吧？我们就说周期性，我们说这个纽币一会儿来说了，我们说欧元说欧元这个品种那么它的周期性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从昨天的高位，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大概是在这边吧就是它这一天晚上差不多夜里的时间到最高点然后下行，是吧？下行好了，那么从这个点开始算，那我们可以把时间定到一个周期，那么小时级下跌我们去买入它，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看到15分钟这个结构，好了，15分钟这个结构，那么现在刚好又回到15分钟的压力位置，刚好回到这里。好，那接下来啊，因为说这里是第一波下跌，时间上来讲的话，下跌了一天左右吧，因为最高点的话也是差不多嘛，啊，夜里时间到昨天凌晨也是最低点，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好，这符合，至少跟15分钟这个级次的下跌的时间是对称的啊。那么中间运行啊，它是否存在5分钟的下跌结构？倒也有啊，倒也有，但是呢，它这是好像像是一个三浪结构，不像是一个五浪结构，是吧？所以呢，后面的变化里边还要看，比如说，如果它是一天半的话，那也就是说它可以从这边再跌一下，然后再起来啊，这就是细节的问题。所以这个细节的话，实际上我是没办法把它弄整个分析出来的，就是它到底是这边算是低，这个末端下跌当中这是第一波，还是这是第一波还没走完，到这儿还要再来一下，第一波才完，这个我做不了判断，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过于的精细了啊，所以就跟踪它，跟踪它的话，我们有几个点可以去说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判断它这是一个四小时级次下跌啊，四小时整个前期横向调整到下跌到反弹不难理，如果啊，就说这个地方，第一个先说时间性，第二个说形态啊，时间性就是未来的，咱们别说太精确，就一周左右啊，四五天这种啊，从这个时间算，今天已经第二天了啊。那么再说走势，再说走势，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末端的延伸的下跌的五浪结构，并且是有所加速的感觉，好理解吧？那么因为它这段时间来讲，空间被压缩的很厉害，压缩很厉害啊，所以来讲，一个最大的将来最大的现象就会容易出来。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时间啊，空间压缩的很小，所以到后面的话，只要它末端延伸的时候，它会比如说大跌，理解吗？就因为它就是我们总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总说啊，就是说大的波动的时候，特别大波动的时候，你就是这种形态，那你感觉别说动，别说真的破下去啊，因为这个是差不多这一轮差不多90点前面这一轮啊，差不多这个是五六十点，那么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哎，好像一破位一加速，你感觉就会到行情最后末端的时候，感觉行情还真的可能很大啊。那这是关于这个运行的角度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间去买，把这个思维建立好，就是因为在这种横向的调整的这种过程当中，当它一旦下破到一个低位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刚好没有人去买的。为什么呢？因为横向感觉哎呀啊，空间比较小啊，都比较小，对吧？然后突然之间大，你想突然之间往一个方向走的一波大的行情，你会去选择去反向去做吗？啊，就或者你去思考说这市场里面有多少人啊，等了半天他终于下破了，然后空单终于开始获利了，然后他把空单了结了，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所以这种反复性啊，是一个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做它到这个末端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了，我希望它是这么来运行，而不是什么直接很快的下去，那就不对了啊。这样运行以后，我觉得是正确的啊，好理解啊。那么第二个过程是说啊，既然是啊，既然是小时级压力，
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反弹来讲，我们不读取的是小时级的这些均线，这个是没意义的。就打比方，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运行，这样的运行，对吧？那么你允许你，要允许你就再次给我拉回来，可以。而且再次拉回来，我并不认为你是又回到小时级压力位，我并没有这么认为，我依旧认为你是比它次一，是非常非常深的拉回的，就拉回到近乎和前期低点很近的地方，然后再启动，那你能，这就是 A 啊，或者说反向的吧，我们说这个方向你可能更好理解啊，就是它可能是真的拉回的离这个点非常近，但是它下跌，最后还是下跌，所以你要吧，我说是分析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回来一次，没问题，因为空间要被压缩，回来一次啊，回来一次以后的话，它再下去。那么刚好的话呢，今天有德拉吉讲话，明天是美国的 PCE 数据，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形态了啊。那么它可能是今天反击，这也符合，就是第一、第二、第三调整浪，第一波调整浪它可以非常非常接近这个高点，但是不破。这样的话，它回来以后的话，它依旧没有破坏什么，没有破坏从高点。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吧？就可以考虑。是吧？这是一，网络断了吗？今天这个软件更新了一下，应该没事吧？我们断定想象啊，就说好理解吧？这是可以的。那么再说下去、上来、下去后再上来，那我的关注点就是以小时级的55节这个地方，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它可能就形成一个加速性质，就所谓加速就是它比如说今天也可能是上去啊，然后呢下来啊，下来或者是上去以后啊承压，先不立刻下来啊，然后后面15分钟第二浪它要走一天到两天的时候它可以慢慢下来。那这个地方我只能这么讲，说具体消息面和技术层面怎么去配合，只能是走出来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哦，走到这个地方刚好公布这个消息，那就应该是利空的。那有可能它走得快，那走得快的话，比如说走得快是什么概念，就是比如说达到小时级的那个55节的时候，它可能是走今天晚上假设拉起来，到明天白天下去了以后，到晚上 PCE 数据的时候，它可能又把它拉起来，哎，也有可能又把它拉起来，然后再下行，或者是它走完以后 ，PCE 数据也不影响什么，然后它自然运行到那，然后加速下行。而总之，它可能目前来看，它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周期性的最后那个波段的高点，它刚好后面是一个下跌结构的话，它正好也不会违背前面整体这个规律，就是什么，在下跌过程当中不去反破前期的高点，你只要看好这个，到末端那一天，我们说了，有可能，什么意思呢？有可能看啊，现在来讲，小时级的55节是 1.0981， 因为它走得慢，它可能比如今天啪拉起来。哎，拉起来以后它还是在这个附近，它即使再跌下去它还是在这个附近，好理解吧？所以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刚好去触碰这里，也许可能比现在要低一点，比如到 1.0966， 到这儿最后那一天，我们之前分析了它可能会无限接近前期那个 1.0820 附近，所以它最后那个波段它可以跌140-150点甚至于更多，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分析，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就那一天啊，它白天一步一步加速下行，一步一步加速下行，对吧？然后到晚上我们买入，而那一天加速下行的空间还比较大啊，有一大段很大的空间，谁敢买？而且你买完以后，你敢说买完以后会是微型反转？不光是微型反转，都不是反转。是不是反弹是反转，而且不但是反转还是大涨，这个时候市场里面是没有人敢去这么想问题的，
就即使买入了，有没有人买？有人买。那从比如说从 1.09 假设就从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假设就将来这个地方就是小时级55节的位置，可不可以？可以，对吧？就是这里。好，那么在我买入以后，我从下面 1.08 几几买的，我买回到这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压力点，那很多人就平掉了，对吧？很多人平掉了。好了，再说这个细节里面，那为什么第一波段非常有可能非常大的反弹？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你之前这些高位都有可能成为空单的止损点，咱别说空单在哪里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这些高点、这些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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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成为，就我们这几个差不多吧，就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可能成为空单做空的人的止损位置。而这些点位上，包括今天晚上如果再出一个高点，然后再下跌，到后面微型结构起来再下跌，这几个点啊，假设最后那个点是 1.0970 或者这个附近，前面这个点可能是 1.10 出点头，然后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若干个高点当中的这个点，它实际上是空间只有100多点，空间只有100多点。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在所有空单都设定止损的情况下，就变成什么？一破位扫止损，价格上冲，顺势破前期那个高点以后，价格又上冲，因为又有新的止损单，那就一路的点止损，冲冲冲冲冲上去。其实这个过程啊，跟昨天那个黄金啊，其实挺像的。黄金昨天为什么这么大下跌啊？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去扫止损啊，你先把这一天的高点吃掉以后，打到这儿，哎，又扫掉。打到这儿，最后是在这个地方撑住了，就是没有再去破这个点，等于扫了两个低点结束了。但是我们说欧元这个就不见得了，欧元这个为什么不见得呢？我们看到这儿，看到这儿，看到这儿，看到这儿啊，再看前面，哎，再看前面，再看前面的话是在这儿 1.1160， 所以说你如果打到这儿了，也力量也比较大，那顺势又破上去，哎，他有可能又把这儿调了，明白吗？再往这儿看，再往前看，再往这儿看，1.2 1.12 3 几，那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只有80点，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一路点止损，一路冲高，一路点止损，一路冲高，他就破上去了。你再往前看，所有的位置前期的高点，前期的高点与下一个高点的距离都差不多，就在30-40个点左右，直到先别说空单止损还是止盈，因为有的人手快，他没赚钱，但是他没赔钱，那这也有可能，因为设保平嘛，很多人设保平，对吧？好了，他可能一路上去了。OK， 严格的坚守，因为我说了嘛，这个周期速度，我们预判从昨天开始四天，那到明天，或者从这个地方开始算啊，天就能走完，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会讲。啊，也许他今天速度快，到明天就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到明天的时候，明天出 PCE 数据的时候，往下一打之前，他就可能已经完成这个整个周期了。当然，我觉得是概率偏低，但是咱别否定它。但是就说把这个形态弄好以后，啊，你就想，然后我们再讲做市场，我们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交易，如果和大多数人在一起，不是说赚不了钱。但赚不了太多，为什么？走走走走走，他就平了，一平了你就得平，你不平他等于把你套里了。但是如果一些交易你发现这市场里边很少有人做啊，那就可以持有，没有人做那就可以继续持有啊，就可以继续持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讲这个过程。好，有人说那比如他真的爆发起来了，就其他非美跟不跟也不好说啊。这么说吧，大概在英镑当时那一波1000点拉升的时候，我们知道英镑和欧元嘛，对吧？当时他拉升1000点的时候，欧元大概就是欧元大概只拉升了印象当中没错的话，也就拉升了200-300点，
就是它那边1000点，它只拉升了200多点，我印象中，啊，可以对比当时那个同期那一段拉升的行情，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我为什么说你逼的空单我还要继续持有。当然，有人说你看这反复性，但是你要知道，它昨天是利好，今天上午，那我就进行这么一个动作，啊，进行这么一个动作，好吧？所以现在的话呢，从昨天出消息到我们。昨天我们解盘在这儿啊，就是价格还是往下走了一点点。昨天我们解盘是6330附近吧，对吧？6330，那么现在是6310啊，最低点的时候接近到前期低点。那你从形态上看，我还是整体还是偏弱的。虽然今天啊，刚才这个新西兰联储说了啊，这里边导致它反弹这个话里面主要的这个点啊，我认为就是他现在他说了一句话，可能是否定了之前的一个观点，就之前什么所谓的始终那个非常规的手段，所谓非常规手段是什么？就是量化宽松啊，就是使用非常规手段。但是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这句话啊，我们之前解盘的时候，包括解读欧元啊，解读澳币和纽币的时候，我们说过，纽币下跌应该是缓慢性质的下跌。因为它是主动性降息，这样不给人去狙击它的机会，所以它下跌的时候告诉散户空头，你也别想在高位能狙击到我，除非你追单。但是我们知道做资金来讲，你追的话成本太高，因为你一追被别人发现，别人就可以拉你，把你拉起来，所以没有基金干这个事情，所以它纽币可以慢慢下跌，甚至于它可以完成自然修复的过程。什么叫自然修复？我觉得中间真的不需要量化宽松，真的不需要这种经济刺激，或者需要的情况下也是有限的，也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我主动性嘛，我这样的话我的整个经济快速进入到低谷，然后好去修复。所以反过来讲，我们说澳币，别看澳币现在比纽币强，那么将来有一天澳币很有可能要失信，为什么呢？是自己把自己逼到此路上，就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边说一边降息，一边还说经济好，就一边已经降息了，一边这个嘴硬啊，还说就像昨天澳联储主席说的，还是感觉还不错啊，感觉各方面能控制。那你越来越问题越来越激化啊，所以就会造成什么啊，造成可能啊，造成什么，造成可能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我并不奇怪。所以他这句话呢，只是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短期的促进作用。好了，那么同时来讲说，今天晚上欧元区出完消息啊，就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讲话，对吧？欧元区出了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出完以后他们怎么走？那从这个形态来讲，我还是可以告诉大家，我觉得还是偏空一点的，是吧？而且的话，不要小看有时候最后这个末端，有时大的行情，就有些时候啊，总不动啊，到末端砰砰砰砰砰走一段啊，就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它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感觉上它一直不动，突然之间给你加速一波，是吧？这些都很正常。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啊，来这么分析一下啊，这么分析一下，好吧？就是关于欧元和纽元啊，一个是我们在仓，我们该怎么看待它；一个是我们已经离开了，那、啊、我们该怎么看待它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市场啊，我们说一下，像主要就是基本面了啊。说昨天导致这个黄金啊下跌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啊，市场归为就是贸易的问题，但是我实际上觉得就是基础层面也是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人出发。那这个时候分析下头寸，因为这个地方啊150几啊，这个地方确实是比较低，除了这个点位左侧位置没有被扫掉多单，后面几乎所有多单都会被扫一轮，特别是这一波行情如果有人追多，那么这一轮扫的是比较凶狠的啊。好，这是从多单来讲，
那么从空单来讲，空之后我拉这波下跌的时候，在这一线，这一线是有人放空的，理解吧？是有人放空的，对吧？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啊。你看美联储消息，对吧？当你起来看，哎，以它下跌反弹问了啊，我现在就是怀疑这个洗盘可能后面还会接拉升，当然我现在不能确定这个事情。啊，我不能，还没有完全确定这个事情。那我会这么假设，我假设我在高点做空了，1.2115333做空了，那我在想，哎呦，这个地方获利完以后，那么市场如果发现多头拉回来，啊，这是我心里现在所想的。那么还有，那这里边能不能说通这个地方是个支撑呢？其实倒是能说得通。为什么？你看，从之前这个点位上，这里是调整，那么它最后走一波V型结构，完成这个地方的变化，然后它再下跌，它就也可以。所以我现在有点纠结啊，所以我现在希望大家就是现在也不要盲目做空，不要盲目做空，因为这个地方头寸呢，对于多单头寸打击太严重，如果它慢慢下跌，我还认为这个多单头寸啊可能能留得住。但是你想昨天那种心理压力，如果你有多单在的情况下，你有多单在的情况下，噔噔噔噔噔噔，我这是好理解吧？所以今天如果我个人觉得，因为如果说啊，因为白天嘛它调整这是正常的啊，因为需要一个修正，修正以后如果它下跌，我觉得并不奇怪，并不奇怪，因为在整个这个行情上涨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啊，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之前也是有打低点啪一波起来的时候，对吧？那么再说，这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从头寸的角度来讲，你去分析它，它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它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从市场的基本面角度来讲，那么最近的话，其实我认为事情还是蛮多的啊，几大事情吧，包括伊朗问题啊，包括等等问题啊，包括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那么问题还是蛮多。其中的话，这是我看外媒啊，今天我没给截回去，稍后我找一找啊。说现在联合国大会嘛，联合大会的话，这个欧洲这几个国家，德、法啊，主要这个欧盟这几个大的国家，现在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好像站到一起。就说之前，因为你看之前为什么呢？之前的话，这个我们知道，之前的话，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是欧洲这几个国家并没有退出去，啊，欧洲几大国并没有退，他们依旧坚持伊朗核协议嘛。但是现在的话，好像因为这次沙特被袭以后，那这几个国家好像感觉上有点变化，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事儿还真的背后是有伊朗，啊，伊朗的因素，所以呢。美国在沙特被轰炸的这个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出立刻的反应，但是在这两天有所反应啊。其中一个是他拉拢欧洲这几个国家，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在今天早些时候他宣布对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这些企业以及个人进行制裁，就说如果你再从伊朗进口石油，那就给予你制裁。有人说这个制裁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就是因为实际上美国现在它还是西方霸主，所以它有些制裁法令以后啊，虽然有些国家它不同意，就国家不同意你这个制裁法令，但是有些企业架不住，它企业就会去遵守。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企业特别像有油企，
它很大一部分产业，很大一部分利益，它是在美国，所以它不敢失去美国的市场，因为这很简单嘛。我们知道国内，比如我们中国的油企是几乎由国家来控制的。那中国你看哪有什么外资油企啊？没有啊，中国的所有油不就是两桶油吗？啊，石油石化吗？所以呢，外国的这些油企它插不进你中国来。那么它在面临美国制裁法案的时候，制裁令的时候，它肯定要遵守。它不遵守，它把美国市场丢了。美国来讲，美国和中国是现在来讲消费能力已经渐渐和美国持平。那么它进了中国就必须要靠美国嘛，对吧？那么现在来说，它制裁这些中国企业，效果没有制裁美国或者欧洲这些企业那么好，因为毕竟中国这些企业啊，还有很多这个大部分的业务是在中国国内，但确实也有一些企业，因为我们知道石油这个东西啊，它不光是作为能源，它还有炼油啊，炼油以后还有很多的附加产品，工业用途，对吧？那么它都会有可能会啊。这个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反正这个事情就恶化了，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有可能再次发生什么袭击啊，这是我觉得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可能什么？想一想啊，还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美国要动武了。啊，因为他把他所有的路都堵死了。之前在美国制裁伊朗的时候，其实当时有同学会有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被豁免，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我觉得就是美国政府他也明白，对吧？真把伊朗堵死了，全堵死了。第一个，当时与理说不通，你没有这么霸道的。对吧？你可以说你自己不要，或者你的盟友不要，但是你说让中国不要，或者要让这些国家都不要，这个太霸道了。他现在有借口了，因为伊朗可能参与了袭击沙特这件事情，所以他有一个借口，通过这个借口他可以实行制裁。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啊，沙特那边也认为是伊朗参与的，所以美国虽然不可能不直接动武，但沙特呢？沙特是不是可以去攻击呢？因为沙特和伊朗之间就隔着一个海峡，按照沙特现在空军啊装备的美式武器、美式的飞机，都是就是最次的都是 F-15、F-16，对吧？对吧？一个歼击机，一个攻击机，对吧？最次的也是这个啊，它好像它有 F-35，啊，也有 F-35，所以它都是第三、第四代，甚至于第五代战机，啊，它比伊朗空军要强很大，强很多的，对吧？从战斗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不排除有可能会动武，啊，一旦动武，对吧？很可能赐予黄金。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呢，现在也不是那么好解决啊，因为最近的话，有人说贸易，其实贸易和政治之间现在看来是分不开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这边通过各种方面向中国施压，而且是就趁着现在马上要七十年大庆，这个10月1号这之前，真的是找事情啊。我们知道现在正在举办的是那个联合国大会嘛，啊，全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去了，啊，那么特朗普搞事情，他几乎把中国能搞的事情全搞了一遍啊，新疆、西藏、台，包括美国众这个参议院啊，这个外交委员会啊也搞事情，啊，通过了新的对台法案，通过了香港法案。啊，你看他台湾那个法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外交为什么可以跟你们说呢？实际上我现在说我是都查外交部，只要外交部回应了，我觉得咱就可以说，因为中国外交部回应了，国内也就回应了嘛，对吧？那国内的你他在外交部回应以后，对他的说的话也都看得见了。为什么说台湾问题，就是说他们想希望通过他们的压力给予现在这些想和台湾断交的这些国家压力，不让他们断交，保持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是这个。香港这个法案啊，毋庸置疑就是干涉香港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而且包括新疆包括西藏他都在做啊，在联合大会有一个新疆的一个讨论会也是特朗普提出来的啊，所以昨天那个新昨天外交部不就外交部那个葛爽不就说嘛，对吧？你就是管太多了，对吧？就是病得治，就指的是这些事情啊，就指的这些事情，包括那个化解，对吧？他们说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些事情啊，都给中美贸易谈判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但是昨天确实有一个消息是说啊，美方提出了一个关税豁免清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啊，不去加征关税，或者是关税进行一定的减免啊，这个被认为是啊中美之间啊一种贸易的缓和，但是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它涉及的量啊不大，整体是几千亿美金啊，它这个只涉及到好像只涉及到几百亿啊，连十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没影响这么大，除非它是全面降低啊。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啊，这个什么呢？这个中美之间啊，还有一个问题，说现在粮食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美国这个农业啊，受到这中美贸易的影响。好了，我给大家讲几个事情。第一个，我前天跟大家讲，是前天还是昨天说啊，美日之间要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当中肯定涉及到农产品，因为之前在 G20 峰会的时候就已经两个国领导人已经同意了，对吧？当然为什么拖到现在呢？中间肯定有领导人同意了嘛，你下面肯定有下属要去拟草具体的实行方案嘛，对吧？你降多少，哪个地方降多少，哪个地方减免，哪个地方豁免，对吧？那么现在是这个协议已经签完了，刚刚签完啊，大概也就是不到半天时间刚签完。签完以后的话，目前是说除了汽车行业以外的这些商品啊，关税下降，其中主要是农产品，那大概涉及的规模大概有不到100亿美金，一年不到100亿美金，其实规模并不大，但是这有一个信号啊，有个什么信号？就是你相当于特朗普在中国之外找到了新的可以去进口他们农产品的国家，而且日本来说它还是有一定购买力的，因为毕竟人口在那，虽然它人口跟中国比差很大，但是问题是它之前它的农产品都是从海外进口，那之前的话它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加征了关税，所以美国农产品进不到日本市场，对吧？你进去干什么呀？赔钱，别人比你便宜嘛。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去，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是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关于美国那个农产品那个受影响那个新闻啊，其中的话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一个新闻是关于水果的，关于水果当中的话，主要涉及几大部分啊，其中第一大部分是苹果啊，是苹果。然后第二部分是樱桃啊，但是樱桃还有什么，就是跟苹果比起来还是苹果最大，因为苹果的整个销量来讲是最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美国政府是怎么去处理的啊，美国政府是怎么处理的。然后的话大概新闻上这么来讲啊，因为中国进口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苹果它是有一个条件的，或者有一个限制的。这个限制是什么呢？他说是要不就是这一箱啊，大概是64个，比如20公斤的一箱，这一箱里边苹果是64个，
然后呢要不就是80个，就无非就是大小嘛，对吧，要不就是64一项，要不就是80个一项的。然后这个采访当中，这个美国这个就是农场主吧，说啊，按照中国的这个要求啊，因为他要求很严格啊，说中国这个进口这个苹果要求很严格，那么他们大概来讲，他们的产量当中的假设，他说10个苹果里面只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因为你想64个嘛，又不能大不能小，差不多大，那你就除嘛，20公斤除以64，那大概一个苹果多重？啊，这就比较简单，你大概其按照水分含量来讲，你大重量差不多的苹果，体积差不多的，这都好理解，对吧？所以它能满64啊，这个不用再解释了，这个应该大家都懂。就说它这个是最后怎么解决的？你看，它只说了它10个里边只有一个是出口到中国的，并不是都出口到中国，那剩下那个9个呢？它可能销往其他地区或者美国自用，那美国人也不得吃苹果了。那么他种的苹果叫什么？红蛇果，就是我们国内经常我们可能中国人比较喜欢吃那蛇果，就是全红的那种啊。那么他说这个这一个，对吧，等于中国不要了，那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政府收购啊，美国政府怎么收购？他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所谓援助法案，听过吧？200多亿，他收购，他说这些凡是中国不要的苹果他都收购，收购完以后他干什么，对吧，买回来又干什么？他发给穷人，他发给那些福利社，就他把这些苹果通过政府手段买过来，然后发给那些没就是穷人领食品券的那些人，然后再发给这些人，这是现在美国政府干的事情。所以言外之意讲啊，当然也许啊，这是说水果，可能也许像玉米啊大豆这种确实影响比较大，就是我说从水果角度来讲，因为这是生鲜嘛，它跟那个玉米和大豆还不一样，像水果这种东西它根本保值不了啊。那落苹果我们知道，就牛顿讲的，对吧，走为什么万有引力呢，对吧，砰让一个苹果砸脑袋上给砸开窍，对吧，才发明了一个万有引力。那苹果也是啊，它到熟的时候你说你挂才多挂几天，不可能，它自己就掉了，对吧，熟透了自己就掉了，那掉了以后你根本就没法储存了，就是生鲜的东西，对吧，那时间一长就烂了。所以美国政府是通过这个，但是像大豆啊和这个玉米，我们知道大豆这个东西只要干燥不潮湿，谁家你说你罐子里没装个玉米，没装点大豆，你搁那儿搁俩月它也坏不了，对吧，搁俩月也坏不了，别说搁俩月了，只要你干燥通风好，干燥没有潮湿，对吧，基本上不会短期内不会变质，对，包括玉米，你像我们老家，原来我在国内是老家，谁家没有个玉米垛子，上面全都是玉米，对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对吧，都在那风干着倒，只要不沾水就行啊，就是那个样子吧啊。那说我的意思是讲什么呢啊，就美国其实现在就在想办法啊，绕过你中国，把它农产品销往到其他的地区，对吧，所以这是我查到的新闻里边讲的实际的，他有采访的记录，怎么说的，农场主怎么说的，然后他们怎么做的，然后这个具体美国政府现在是干什么的，怎么弄的啊，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的。所以总体上说起来，这个豁免清单我认为只是一个小插曲啊，别把它当太当真啊，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不要把它太当真就好。那么至于这个黄金到底像不像我说的这么走，那拭目以待。如果说他真的像我说的这么走，高位再做空下来，我觉得就真的就给他砸回到这个日级的55级，现在是1480。所以你看这个市场就这样。你想啊，比如说我们昨天假设我们做空了。那我们现在持有，那我当然希望，你看我分析当中我说它会奔到1480，那我昨天已经到这儿了，我现在有200多点浮盈，假设对吧，33嘛，还有240点浮盈，拿着吧，这就是我们的心态，而且是我们持有空单的心态。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一点，持有多单人都被扫掉了这个区间内，所以市场下面开始要干什么，开始要针对我们了，而不是针对他们，已经被针对过了，针对我们怎么办？因为我们进了这个点位，他就想办法洗我们，那他就要超过这个点，
超过去以后把我们洗掉了，他再下来，甚至于他这样上去以后，多单被洗掉，人一着急，又你把我洗掉了，又起来了，甚至于破完位啪一追，他旁又下去了，这都有可能。所以我当然我说这些分析啊，可能先咱们先当它是一种分析，对吧？实际操作的时候，当然因为主要我现在还是希望大家目光放在欧元，因为这个很清晰的结构。包括之前我们说，我之前在这边我就讲，我说你别下面1.08几几，我说你别看这么大的消息，它不见得会直接到，因为它时间不够，它要压缩空间，所以它走到这里以后的话，它到这里一直在压缩空间啊，就走了，其实整体上来讲就是上下就100多点啊，一直这是9月3号，现在都已经9月26号了，这一个月就在这儿杠杠杠杠杠，对吧？好了，而且刚好9月份刚过去了，我说最后一个季度10月、11月、12月，刚好推动一波大的行情，这些都是很匹配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耐心一点啊。所以说你说有同学说做空，反正你就想嘛，你说你从这里做空，坐下来拉回来还剩30点，哟，到这儿快有将近啊100点了。就你还是做到最好的位置，别说做到半截，做到半截和100点，旁间一起来，你说你心理上你承受得了？就是你自己想，20啊，赚100回来还剩20，赚100多回来还剩30，你怕你心理承受不了。所以我说了嘛，你要做空，你还不如快进快出，打一波跑，这样的话。反正该拿的空间拿到了，但是呢，你这样做完以后的话，因为你是听我解盘，你可能我一做你就跟着做了。你要不听解盘，你总空上拿空上拿，你做多的时候你也是很谨慎的，你也不会说一做就持有拿不动，几乎很难办到啊，几乎很难办到，是吧？好吧，基本上啊，我就讲这么多了啊，然后基本面跟你们讲。啊，具体的形态啊，我觉得也都说了啊，而且补一下，说黄金，因为它是1535，前面是1557，它中间有200多点，所以它回到这边来，假设碰下40，甚至碰下43，啊，比它高个100来点，只要不破它，这可以的。好，基本上我这个解盘的内容啊，就是这么多了啊，应该时间点也到了。啊，时间点也到了，那么就看吧，这几天包括纽币在内啊，也看一看它的变化啊。我倒不着急，因为看欧元还没有完结嘛，而且欧元末端下跌那一天，有可能就是别的品种也会跟着走，到时候看吧啊，到时候看。嗯，对，基本上是这样啊。那继续持有吧。啊，我觉得真的，你想底最低点就53嘛，现在就零几嘛，只差50个点嘛，一共是570点，现在还有520点，就少了50个点，对吧？而且昨天算是一个小利好，今天上午又收一小利好，但是它其实实际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上涨，反而是出完消息没有多久，砰砰砰又下来了。那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啊，也有可能。好吧。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还有一点时间。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吧？就也没必要讨论，就是到那一天啊，自然我们的这个机会就来了啊。
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了。其实欧元一直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形态在走，没有变，所以我就一直分析就好了。是不是卡？是不是我这开摄像头开的呀？因为我之前说我怕开摄像头会卡，后来怎么样？明天看，比如说网络这个部分，我把摄像头关了。好吧，明天我试试吧。今天我刚才没看群里面说话，如果下次卡的话，我再弄一下，我试试看关了以后摄像头是不是好一点。我是怕到，因为有时候摄像头这个东西挺占带宽的，带宽就那么多。好，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就先到这，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啊。